KDK Building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那一口，我们今天又去哪了？今天又带 Amber 去开一个神盆啊，这个神盆叫做 Forest Hill。Let's go。好，看一下。司机，你识唔识去啊？司机 ，OK。有间 house 嘅，我哋到咗。环境优美，而且是在达曼萨拉附近。我感觉上咧，我哋好似拍嗰啲结婚嗰啲，开车门咁样落车。你搞笑真的假？哎，记得我们要转华语台哦。哦，对，今天是讲华语的。重复跟陈太君发干，讲华语。再来过 ，KDK Building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那我们现在到了这地方呢，附近除了环境优美以外呢，就是叫 Forest Hill， 然后呢，这边是拥有70间的这个非常 low density 的 bungalow， 来一起去看看。对，大家可以看到两边都有 land， 很美哈。然后我们介绍一个美女负责人给你大家认识一下啊。哦 ，Hello， 这是我们的美女负责人 Jamie。Jamie 你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Say hello。嗨，我是Jamie，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Forest Hill 的负责人。那我们进屋子啦。Jamie 长得很漂亮哈，今天有美女看的大家。Hi Jamie， 那今天我们来这边呢，我知道呢，你们这边呢，除了就是地方大以外呢 ，low density 环境优美呢，你们还有很棒的这个 project 在建着，已经建好了，对不对？对。对，然后这一边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吗？每一间的 size 都一样吗？都差不多一样。比如说这间的 size 呢是大概5485方尺。嗯，还有3层楼啊，是适合3代同堂居住的屋子。3代同堂，我现在很多人都讲，一定要3代住在一起，这种 type 就非常的适合了，因为够大。嗯，有多少间房？多少间房间呢？大概有5间。5间房间，嗯，已经够住了，应该都会有2个 master bedroom 的 type。对，有2个 master bedroom，而且每一间房间呢都是有自己的连接浴室。哦，最重要就是每间房间要有自己的浴室。哇，那也很棒。好，那我们一进来呢，这边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放鞋柜的地方。里面鞋架也很大哈。对。所以是3代同堂是对的，因为家里够多人，够热闹的。好，肯定不够 Amber 放， Amber 只是鞋子已经，因为我觉得很长，这个很够，好不好？1、2、3、4、5、6，哎，只是供你放的，多鞋子的人可以考虑，其他家的不够。我觉得鞋子多的人可以考虑把它买下来，因为它的 shoe rack 真的很大。好，然后一眼这样看起来，来看这里 outdoor， 看完整个客厅都比较 modern 的 style。嗯，而且很舒服，就有一点点 forest 的感觉，因为外面还有一些绿色的。这是一个鱼池或者是游泳池呢？可以是鱼池，也可以是儿童的游泳池。哦 ，OK，就比小孩子玩都 OK， 或者比较要养鱼的朋友都比较适合这种。或者要买一个 water garden 那个看水的地方也可以啦，自己喜欢。因为这里这边是很多绿的，大家看到。这里很多叫做 forest hill 嘛，就比较多绿色的东西，又有水又有绿色的东西，很有风水的。在这边拍照也很美。有 OOTD 啊？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呢都缺少绿，然后你们 Forest Hill 里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绿色嘛，感觉上比较有离开城市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做得很棒。嗯，因为我们的设计概念也是想让这里的居民呢可以享受在大自然里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活，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呢城市人就是缺少了大自然，辐射比较多，外面这里来到这里好像完全没有辐射。感觉空气也比较清新哦。好，然后我们就说回这边的设计，那这边设计其实就是很大众，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漂亮。我看到很多木的颜色，很像你们的这个 feature wall 都是用木的，对不对？这里是一看就知道是用marble木质，比较摩登的颜色，比较 earth tone， 他们是强打，因为 bungalow 比较要看的比较大气一点，所以 marble 木器的话，把整间家带出那个 bungalow 的大气，高贵高档。嗯，而且感觉也是蛮回到大自然。因为摩登通常我们摩登通常用 living 的都是会选择用 leather sofa 的，就比较大老板嘛，就 bungalow 一定要 leather sofa， 它衬得起整个 living hall。
哇，舒服。而且呢，这其实是可以耐很久，容易打理啊。说沙发来说，而且看起来比较大气，哈、嗯哦。然后这边镜子就是给他感觉看到房子更加的大，对不对？除了你学到东西吗？可以，对。因为房屋已经够大了，再加上镜子的话，你可以 reflect 看到外面的那个鱼池。再加上这其实 amber， 大家来看看这个镜子。除了镜子之外，你知道是什么栏吗？有一个 hidden door， 来去考察考察一下。我还以为给我们就是要出去之前呢，就 make sure 自己是 OK 的， OK 可以了，我可以出去了。除了大门，还有一个 hidden door， 当当当当，就是里面的 storeroom 还有洗手间呢、啊。哇，它的 heat down heat down 很好哎，这边也可以吗？啊，这边也可以。只有这里放。哦 ，OK， 所以它的 heat down 都很好，你看我摸来摸去摸不出来，这是手工的关系哈、哦。而且你不打开的话，你真的完全感觉到是一副墙。嗯，好，那就是就是家里就是进来一定要看到客厅，这已经是很多年的这个传统，再加上也是风水嘛。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dining area， 吃饭台。一口通常用这种灯的感觉，跟其他家有一点不一样哈、哦。嗯，因为这种是属于哪一个？也是比较摩登一点的，嗯，比较摩登style。然后它要做四四方方的桌子，看来，因为怎么说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喜欢那种圆桌嘛，但是四方配合这里的空间就都蛮适合，因为它整个是一个长形的，它做一个 dining 后来做一个 divider，看来它就有 living dining 和这个 bar island 在这里。就一次过给大家看到一目了然的一个感觉。嗯，而且呢，这个款式的设计呢是 evergreen 的，就是永远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从很多很多年前到现在呢，就是 modern classic 永远都是有保留存在。而且马来西亚应该是我问我们做媒体引擎的媒体这么久、嗯、modern 是在马来西亚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 flavor， 每个人的 flavor 来的。我家也是 modern classic。Evergreen， 然后就说到窗帘哦，窗帘它也是用比较 earth tone 的颜色，就配搭回整间家里，然后就有这个纱布白色，就是最简单的，但是是最 practical 的，永远永远都会是流行跟人家喜欢的，嗯。好，那边这边我喜欢这边它的自然光呢，很多地方都可以透过，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窗口。好，所以我觉得呢，在住在这里呢，就很容易就是拥有这个自然光。我喜欢客厅呢有自然光，因为我觉得客厅有光线的话呢，第一就是对风水师来说是很好，那第二呢，感觉这个空间也会比较大。嗯，因为我们都是职业病，我们喜欢看那种 environment study 那种 ventilation 那种 stay planning 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你这个蓝光真的是做到很好。以前完全是配了现在你的优势，就是那个 forest 的 natural light 的对，对，那这边其实你们已经卖到七七八八，还剩下不多嘛？还剩下大概十到要去拍了，剩下多少间？剩下大概十多间。剩下十多间，他们七十间哈，意思说已经卖了五十多间，剩下十多间。七十间对一个花园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的 low density 的 project。就这个是一个算是蛮独家还有的一个 project。如果大家喜欢 privacy 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而且这边的价钱是非常公道的。我刚刚也是给他价钱吓到，因为这边是 Damansara， 然后这边环境优美，空气又好，然后它的价钱真的是物超所值哦。嗯、大概是一个一间这样子，五千多方尺嘛，大概是卖多少钱？大概是3.8 million。3.8 million 哈、哦，而且还有包括 lift 哦。我很喜欢家里有 lift， 因为我觉得家里有 lift 的话呢，老人家以后我老了之后，我不用爬楼梯，我可以坐 lift 直接上上去。那连它的 lift 也配合了整个木质的感觉，嗯，就配合整个 environment。很特别哈、哦，用木做的，因为很多都是用这个比较铁的、traditional 铁的，比较冷冰冰的感觉。很纪念的感觉，这个柳木。这种又配合它整个 panoramic， 你看它从客厅到它的 island 后面那个 feature wall。也是用木质的感觉。嗯，好，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一边嘛，这个是 island， 他们的 island 就是很容易方便煮吃、嗯、而且是用麻布，整个麻布来做一个麻布套。嗯，它整个颜色都配搭得很好。从这里，它的 planning 哈，从这里还可以看电视，做 kick
招待人家吃东西啊，吃早餐啊，这感觉。而且我喜欢在这里编一口。我觉得你们住 island 的时候有一个小贴士要给大家哈，这边你们可能可以坐进去。哎呀，你看你听掉了，因为你们坐进去的话呢，基本上你的脚就可以放进去。这个一口也是有教过我的，在这个Beauty and the Boss 采采雷凯尔的时候学到的。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吃早餐，要方便的话。如果这边没有等脚，对，如果这边没有坐进去的话，就比较难，因为你会等脚嘛，你就可以这样子，好，看到那个分别，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tips。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厨房好不好？好，来介绍一下。哎，这边背后是一个 cabinet。里面也是有 hidden door 吗？没有 hidden door， 只是有啦。提得多的意思就是讲门呐，因为它就是一个收纳东西的一个kitchen cabinet， dry kitchen 的，我们所说的，就好像一副窝，它连门的一个门框的拉手都没有，它完全是一个封闭式，比较干净，看到好像一个 feature wall 那样。对，节省位置。对。那他们买的时候其实是有什么东西已经是有包括的？其实呢，我们的买家呢，通常都是应该是比较喜欢自己的设计的，所以我们卖的时候是只是送那个冷气机而已，其他的是为了他们自己聘请设计师来设计自己的。怎么说？因为每个人的 taste 都不一样，每住邦国人都有自己 personal 的 taste， 他们都是要自己来 planning 他自己的 design。所以他们如果不喜欢 modern classic 的话，要做 gen 的感觉也可以，要做cosmopolitan 的感觉也可以。总之就是可以任你选择，可是它的 spray planning 很棒，所以其实简单的设计已经看起来很好看的。好，看看，因为 developer 也好啊，做一个示范物给大家看看它的爱点怎么去 planning。对，而且它这个厨房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个隔离，可以做一个透明的这个门。关门看看。好。噔噔噔噔。第一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味道隔离呢，在煮东西的时候。那第二呢，你又不会感觉空间小，因为如果这个门是不是透明的话呢，就会感觉空间变小了。我还在这里还可以看电视，电视够大。是算把门关了之后，也可以在那边看电视。要叫那个photographer 来，导演过来这里，从这里我们洗手盆再转回过去看电视。一边煮饭一边看电视哈。而且整个空间感觉很大。对对对，我们拍了这么多间，从厨房里面还可以看回客厅的，喂，就是只有这间对吗？对，所以我觉得你的 stay planning 真的是那个 flow 真的是很好。那一层楼大概有1000多2000方是吧？对啊，对对。一层楼，因为这边有3层楼，对不对？就是5000多方是。它的厨房又有一个 open， 还可以看到外面有那车啊进来，因为煮东西切菜嘛。还不用开灯，还可以看到那种，菜啊干不干净，洗得好不好啊？因为那车那这很重要，在厨房。除了在客厅之外，厨房很多女人都平常都是封闭式的，但是如果有这个空间的话，可以开窗口，那个空气可以流通，容易流通。那在外面呢？当然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怎么样设计都可以。那这边已经有一个 kitchen， 如果你是爱煮菜的，你还可以做一个 wet kitchen 在外面，或者是跟要晒衣服的地方也可以哈。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外面还有一个空地。对，如果你要摆槽的话，也可以做。我觉得这里摆槽也不错，因为这里开窗口，也是可以通风，也是可以通风。对，这里是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 storeroom， 一个是一个 storeroom。OK， 然后这个门口出去。出去呢是一个佣人的房间。佣人的房间。喂，这里还有一个 intercom 哦。为什么在厨房有一个电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 intercom 来的，我们是一间屋子里面呢。电话响了 ，Hello。Hello。Hi，I'm sorry，just testing。OK，thank you very much。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治安有多好，一口一把那个电话拿起来，不可以乱拿哈。就是那边的 security 呢，就马上 call 你，确定你是安全的。那我刚才看到家里大概有4架，你刚才说就是一架在这边，一架在客厅。对，在电梯里面也有一架。电梯很重要啊，电梯。然后一架，还有最后一架是在 master bedroom 吗？对。就不要跑上跑下了。我觉得这很方便嘞。非常的贴心。对，而且治安很好，就有什么事情，好像一口刚刚一拿电话就马上呢，手拨一拿电话。
打电话来问我们有什么事吗？我觉得 just testing， 哦，这证明了这边的治安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住在这边是100%包你安全。买屋子呢，我们通常都是很注意治安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的 security 做得很不错。好，那出来这边就是佣人房，你刚才说的对不对？佣人厕所。佣人房的厕所，然后这里是佣人房 ，OK，都不错，因为。OK， 因为怎么说，他们是特地另一个门口，因为怎么说，很多人都想他工人是另一个空间，不会打扰他们的空间。我觉得这个门口出来，他自己的空间就在这里活动。对，很棒，很棒。然后这边拎过去就是刚才说的 outdoor。哇，这里的地真的很大哦！这边的地大概有多大呢？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是10尺。十尺。还有旁边的地呢，就大概有15尺啊。哇，你看这边的都是很大的这个空间，我觉得住在这里真的很有空间感。因为我发现到呢，有很多这一个 bungalow 呢，就是别墅呢，它的地都没有给到这么大哈、它这边是整个 L shape 给的哦，全部都是空地，很棒很棒。住在这边可以种树、种花、种草。还有种自己的菜，organic， 种自己 organic 的菜。好。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到楼上看一下，对不对？好。那走楼梯还是搭电梯？我们就搭电梯。搭电梯，对。搭一个木质的电梯，里面不懂是不是又是木质的呢？我觉得呢，家里有电梯其实真的很方便，就是有老人家的时候。Amber 现在家里也是想办法安电梯的，他也是上层楼。对，因为我自己很懒惰，第一，那第二，以后我的父母亲搬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爬楼梯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其实是很重要的。OK， 不用安电梯啦，搬过来住就可以了。哇，这种里面的电梯也是木质的哦。哇，我们去一楼吗？二楼吧，我们先看二楼哦。你看这边全部都是木，而且电梯里面一定要有镜子。他们很像是说，你知道为什么电梯里面要有镜子吗？我以前看过，是因为人家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发生什么事。对，安全，对，不是给你照镜子哦，是给 Amber 照镜子的。对我来说是给我照镜子，但是其实是为了安全。其实这边我们也是没有封起来，是为了确保老人家的安全。哇！哇，这个 lift 是一个有镜子的。对，这个镜子呢是为了防止有时候老人家在里面晕倒啊，还是什么。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很重要，可以吸出看到进去里面。而且你一看的话，你就知道有没有人在 lift 里面，很棒哎！而且是木做的，很少电梯是用木做的，木质的感觉。就为了安全，这边的安全措施做得非常棒哈。好，那我们首先是看就是二楼的厅吗？还是这里是？这里是二楼。二楼啊，这间其实是一个房间来的，但是我们 for 这个 show house 呢，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多一个客厅。哦，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房间来的，看到它有一个门口，你们自己做的门口，挂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空间感，有一个空间隔离。那如果你们要把它改成去房间的话，也是可以的。要看一下你家里的family member 有多少个。对。你先把它改成客厅很棒啊，那我以后就一直住在楼上了，就不用下去什么都有。整层就是一个空间。刚才你说讲的慢一点，就是给年轻人一个空间，可能给一个 young family， 然后他自己的 privacy 客厅来玩。这里来看看，这里还可以玩一个 playroom。有朋友来的时候也不会吵到整家人这样子。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就是要招待朋友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去房间的话，也是可以的。然后这边呢，我觉得bungalow 呢最重要就是拥有这个自然的空气，所以我觉得这个 balcony 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 balcony 在这里，也是一个蛮大的 balcony。很棒哎！因为包括你有时不大不小的，你不会出来了，够大你才可以出来和朋友谈天啊。enjoy 这里的 environment。对，而且晚上还可以做一个 outdoor party。那
我觉得它的这个空间的隔离很棒，因为这边就是客厅、洗手间，然后这边就是 balcony。好，好，那我们现在往另外一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主人房，对不对？嗯，哇哦，这是一个主人房，这里有两个主人房，这是最顶楼的主人房，对，就是我们的 second floor， 华人是叫三楼，对不对？一二三嘛，对啊，对，因为华人少了一个 ground floor， 所以不要 confuse， 就是三楼华语 ，second floor 是英语。它的也是用木质的做它的 backdrop feature wall， 然后它家里少了一样东西 ，Amber 有没有发觉到 master bedroom 少了什么？它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 wardrobe 和有洗手间。如果你看这里全部是木质的，如果没有线条的话，就是会在这里的 feature wall 啦，等等。哇，一口你的观察能力真的很强哈、哦！你不要告诉我这边又是 hidden door。对。哇，可以是怎么样开、？OK， 好。哦，我还在想呢，为什么这个 master bedroom 没有自己的洗手间？我现在知道它洗手间在哪里了，而且它的 wardrobe 在哪里了。哇。这是他们的 built-in wardrobe， 有一排，好大哦。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两边式的 wardrobe。这里就是他们的洗手间，好大哦。哇，我们的今天一个卖点呢，就是我们这些卫浴的用品呢，我们是用美国进口的 Kohler brand 的。全部是 Kohler brand 来的，就是名牌。High quality five star 的名牌，就是讲你们的 fitting 全部东西都是用名牌用好的。对，而且这些瓷砖呢，是我们的建筑团队呢，他们有花心思去编排的。因为每一次这些瓷砖来的时候，每个批量来的时候，它的颜色呢，跟它的花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团队排了过后呢，会让整个 effect 看起来比较整齐。怎么说？怎么样说？我看到了。他们的纹路，这条线的纹就是连的，所以感觉就是很整齐很漂亮。因为这边是两三块在一起，就非常的细心啊。因为怎么说，做一间屋子里面，如果你买了一间新家，其实花最多钱，如果你不满意的就是那个洗手间，人家做过也是最多 costing 的。但是 developer 也是很好，知道你们要自己装饰自己的 living 啊 bedroom 都可以，但是洗手间起码那给你的全部是 five star 的品质，你不用再让化学去 upgrade 了。对，而且我发现它每个花纹都排得很美耶，好细心耶。你看这样子看，全部都是粘的、拎的，很像 Lego 这样子排，顺的，非常顺。哇！还有两个洗手房啊，那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个 Kohler 的 brand 啊，等等。如果大家通常去那种five star 的洗手间呢，你都会看到这个牌子。Kohl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洗手间的一个名牌，而且怎么样看那个这个我会啊，这个我在孔身上学的。怎么样看这个是好跟不好呢？如果你在洗手的时候，那个水是不会喷出来的话，就是一个 high quality 的这个。它的 type 和 style 是用 Kohler 的，对。水是很美。我的家一直都很想换 Kohler，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洗手间品牌。Five star。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还没离开呀、啊，还有很多东西说啊，这里还有包子里，很大的阳台啊，这里对。它不止这里，它还有这个 L shape 哦，好大哎，还可以看刚才我们去过的包子里对面哇，你知道吗？我觉得包括你大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很棒，因为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其实我蛮喜欢在 outdoor 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包括你真的是要够大，你才会真的是会 display 放 furniture 才会做出来，不是不大不小，你买家具 outdoor furniture 也是很难。对，而且这个balcony 是 L shape 的，很少看到有 L shape 的这个 balcony， 非常细心，非常细心。还有，我觉得它的地板的卖点也是不错。Amber 有没有发觉到它的地板？对，它主权那个感觉又是比较不一样一点。是什么地板呢？这个是我们采用的是缅甸进口的实心老木。
18mm 厚的。嗯。哦，衣裳它地板的这个材质就比较厚。对，而且也是蛮贵的一个材料来的。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它三层楼整个地方都是这个地板呢。这包括二楼也是。二楼也是，我觉得这个Dulabor 真的很舍得花这笔钱哈。除了18mm 的好处，它下面还有一点点的 foam， 所以我们走起来还像一种轻轻的感觉。对，老人家就算跌倒了都不会这么伤。这种的quality， 哇，真的是很细心照顾了上一代的那个感受，照顾了小孩、老人家，还有我们我们三代嘛。那我们下还是走楼梯下？走楼梯下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给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我们的楼梯。所以整个楼梯就是用这个地板。哇，感觉就是很不一样，走的时候觉得非常舒服哈、哦，要不要试试这把？这个 demo 我们就让 Nico 来做，先让你推他下去跌倒，不下看他可能就不会受伤，因为地板的这材质就不一样。哇，然后这边就到了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哦。谁给你冰哈？哇，起码刚你们做的有三个冰。对，而且这边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上面是用 leather 嘛。而这个就感觉比较 home， 比较 warm 的感觉，比较年轻一些。对，第二代来坐一坐。哇，好舒服。Amber 有没有发觉我们穿的 jacket 在这里也不觉得热呢？对，因为没有开冷气吗？没有开冷气。第一，因为它的 ventilation 很好啊，这里。第二，你看看上面，我们有个很吵的风扇 ，KDK 风扇啊。哇。难怪这边这么凉爽。因为它的 ventilation 好啦，加上风扇就可以不用开冷气。所以呢，如果你要省冷气钱的话呢，就只需要买一个好的风扇哈、哦，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个好的冷盆呢，还有这里就是我们地点也很重要，我们面向这里呢，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idea，来站远一点就看到这里了。其实很多人的 second living 呢，只是做一个 feature wall， 而这些的 developer shop 呢，它扒完整个墙壁，就做了一个很有 solid 的一个 feature wall。你看这里。你看上面，如果放了灯，看得起来就比较 3D 了。这个窝，来我们看看这里的 second master bedroom。对，好，哇，这边的 balcony 也是跟楼上一样，就是 L shape 的，我看到了。从这里，哇，这个还比楼上的更大哎。真的吗？哦，我很喜欢 balcony， 你看我看到 balcony 我会发狂。哇。过来这里。你看，你这边还可以采树哎，这是这里的树，对。对，你看他自己种的树，在楼上就可以看到了。我到从这边哈、哦，你看啊，我可以在这边走一个 catwalk 了。来来，你站那边，你站那边就可以有 catwalk show 看了。来，站远一点，站远一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大，你看从这边，一直到这边哈、哦，还没有关系，可以走 L 区。走 L 区 T 台啊。来了。哇，真的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包客尼啊，因为我觉得包客尼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很喜欢 natural air， 而且这边的空气凉爽，你在外面也不会感觉到很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 second living， 这个 second master bedroom， 对不对？对。它的 space plan 和刚才都几乎差不多啦，也是一样的长度，然后这里背后也是一个 hidden door， 然后去它的 wardrobe， 其实这些的格局很好。全部四四方方，比较容易 design， 不会那种三斤八角啊、你要浪费很多钱去 head wall 啊、extension 啊、改门啊，这个的 structure 很好，只是摆东西按 built in 就可以直接搬进来住，自己也可以当设计师啊，如果买这边。好，那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刚才这边就是 second master bedroom， 那这边就是，哇，这边的这个 hidden door 就看得出哈，就很明显是门。那里面的这个空间呢，就是跟我们。刚才三楼看的是一样的，这边就是 wardrobe。那一口说了，如果你很多衣服的话，你不要做 dressing table， 你把它改成 left right 是 wardrobe 也是可以。可以放完你们的东西，够长啊这里，可以两排。对，如果而且两边如果有镜子，感觉空间很大。然后洗手间，哇，这个洗手间的设计又很不一样哦。你看，就很想坐在这边拍照，很美啊 ，the bathtub。很多空间可以摆放东西哦，还可以坐在这里欣赏你冲凉。对，欣赏你的另外一半冲凉。哇，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用 coil， 就是
啊非常有名的品牌 品牌的这个哈、嗯，这些也是哈、嗯，对对，哇 ，Durable 有下本，谢谢 Durable， 这品牌是我最爱的哈，暂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外面。Master bedroom， 然后这边，哎，这边还是有一个 intercon 哎。嗯，每个 master bedroom 都有啊。对。那不只是的是每一间房间都有。是五个。嗯。五个 master bedroom，两个 master bedroom，加上 lift 厨房。客厅，意思是说，如果你住在这边的话，你要打电话给对方的话很方便，然后呢，治安也很好，因为呢，有什么事情你只需要拿这个 intercom call 一 call 呢，那个 security 就会，我现在不敢拿，因为一口拿的时候，一拿就马上遇到ring回来了，哦，是非常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然后这个是 wind travel control 的，通常开 alarm 的这种，哇 ，alarm panel， 哇，这边的治安真的很棒，安全措施做得很好，好，那现在我们就去看另外的两间房间，还有两间房间。这是如果要拿来做客房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房间够大，对，而且是四四方方，比较容易去做规划。如果我设计的话，我会放一张床，然后就哇，对着外面有 green 睡觉的时候，你看。窗口看得到就是有 green， 很难得，因为树够高，你才可以看到这种 green 够 green 的。而且它的这个窗口是到顶的嘞。嗯。所以就是整个光线。采光度很够高，很够。嗯，然后每一间房间都有这个洗手间呢，每一间洗手间呢都是用高级的品牌的。嗯。然后呢，这边的每一个风扇都是 KDK 的哦。好，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间。房间，好，就要做给小孩啊，或者是家里的 family member。这种是公主住公主房间的 concept。Purple color。Purple color， 你随着小女孩喜欢 purple color 的房间，这边应该会吸引到她，因为她连那个 wardrobe 也是 purple color 的。她的梳妆台也是 purple color 的。她连气都是 purple color。全部都是 purple color， 而且她的这个气也是 purple color 的。他们说呢，purple 是一个很浪漫的颜色。那个 violet 啊，不都是浪漫的颜色。如果你去 event 呢，如果去 event 呢，看这个女孩子哦，听人讲啊，看这个女孩子穿着 purple color， 在 corner 站的呢，她就是一个 single alone 的人呢。那以后听人说了，就是那以后我要穿 purple color， 就我动了。然后这边有一间洗手间哈、哦，那这边其实算起来，是一间、两间、三间，这边有三间房间，然后呢，上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就都是五间房，加一个功能房就六间房间。哇，但是其实 bungalow 有一点东西好，就是你要怎么样设计都可以，你要把它加成七间房间都可以的，好像这个空间感啊，那个客厅啊，我们都可以改它改去。房间的，我还看到一个红色的 panic button， 这间家是每一层，对啊，每一层楼都有一个 panic button， 而且每一间房间也有。哇，这个很重要哦，因为这个 panic button 是救命的 button 来的。对，就是无论你有什么事情都好，每一个角落都会有这个 panic button。那我刚才看到 intercom 里面，它其实也可以就是有 emergency 的，所以意思是说呢，无论你在主人房啊，在客房啊。在任何一间房间，它都会给你一个安全措施。按了之后有什么东西的？用假安全吗？按了之后就是alarm就响啊，对，就有人来救你啊，可能老人家那个 security 不小心跌倒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啊，一按就有人来。你要不要试试？刚才我拿电话起来就已经马上call了，我不敢再按了。好，所以在这边其实你们很注重这个 durable， 就是非常注重这个安全措施，还有它的 spare paneling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就是让你有空间呢去设计你要七间房间，还是要五间房间，还是要三间房间。好，那我们就搭电梯下去好不好？好。然后这个电梯其实这个是木对不对？对。那这个门其实感觉上是，它是一个 laminate 的一个 material 罢了，给人看的整个感觉都比较木质的感觉。哦，我还以为他们这么感觉有触到这个木的门，其实是 laminate， 因为它要比较贴心嘛。因为怎么说，全部东西都是 stainless steel 的，只是要比较贴心，要做木质的感觉粘上去。来，我们进去。
好，哎，这边还有一个 intercom， 有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在电梯里面就是打电话哈。好，我们要关门哦，我们的摄影师要进来，不进来啊。拜拜。我就打电话给摄影师 ，Hello。还没完呢、啊，再继续收看了。我们楼下见，楼下见，拜。好，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进来的这个。每次来到你的这个空间都比较宽大的你们的。对，我觉得很棒，现在真的很棒。对啊。现在也可以走 catwalk 了 ，OK？、你看那个舞台比 KL Fashion Week 的舞台更大，如果从这边走到厨房去，真的，你看，真的是不知道多少次哎，我看有十多次，你看从这边走，要走很远才可以到。好了好了，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这个 spray painting， 因为这边 spray painting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而且每一层楼呢，它的这个地方都是很容易做这个设计的。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这个设计跟感觉，因为它的 spray painting 感觉整个地方很大。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他们的这个木的感觉又可以帮你带到这个forest hills 的这个感觉。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他们配搭的这个家饰呢，其实带出了个 modern 的感觉。而且这边的 spray painting 真的很棒，自己设计也可以哈。Amber， 嗯。知道为什么刚才觉得特别的大吗？空间除了阔之外还有其实你们有注意到吗，我们的 ceiling， 我们的天花板其实蛮高的。对了，因为它天花板高了之后你就觉得整个空间感觉比较扩大，那大概有 11.5 尺高。哇，11.5 尺，11.5尺高、真的是蛮高一下。那普通的其实大概应该都是10尺左右吗？还是有10尺已经算高了，8尺9尺，所以这边的 ceiling 是非常高的，所以感觉空间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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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玩的吗？就是，我还有一个 surprise 给你。什么 surprise 就要问我们的负责人。这里除了 low density 的屋主之外，好像你们的卖点吗？其实这里还有什么 facility？ 我们这里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八一个 start 的屋。八一个 start 的屋。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八 Ecostar 的屋，哇哦，住在这个 bungalow 还有 facility 的，我想看一下，马上去吧，好不好？这除了屋之外还有什么 facility 啊？我们去看。我们的 clubhouse 里面呢有 clubhouse， 然后有 clubhouse 里面就有健身房啊，健身房啊，游泳池啊，游泳池，就好像 condo 这样的 facility， 对，在这70间的家里面都有这样的 facility 哦。我在这里先去 explore 一下。我也想马上搬过来，因为我的家就缺少了 facility。Let's go。好，这边走路是可以到。对。啊 ，Eco Amber，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园。哦，给小孩子玩的公园。这公园很大哎，整条路都是哎。哇，那这边是小孩子的。对，小孩子的游乐场。然后我看到这边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人家就乘凉，乘凉，乘凉。聊天的。哎，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石头的东西，对，是给导演小心点啊，后面。那个是给大人的走路的健康步道。Amber 要从这里走 catwalk 看看啊。这是给那些健康。层楼。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健康步道，就是其实你脱鞋子走呢，它是可以感觉到你的脚板是，我不知道这个有多下会痛吗 ？OK 耶，好舒服哎。我觉得老人家呢，如果要长命百岁的话呢，得空在那边走一下，好血液循环。哇，走不了啊，我一个走不了，走不了，走不了。可是真的会越来越痛哎，而且可是是最健康好的，你们这边。哇 ，Amber 真的是可以走得了哦。OK 的，我走猫步的嘛，可能下次我们的 catwalk challenge 就是走这个健康步道。哇。厉害！下次我们搞一个抹布挑战哈，就是走这个健康步道哈。我要练习练习才可以。哇，而且这边都是很棒哎，有这个山石很漂亮，好舒服哎，在这边走。这里就是我们的 clubhouse 了。clubhouse。哇，而且你看到吗，一口？哇，你看整个 forest 就是在我的背后哎，难怪感觉这么清凉，这么大风，这么空气清新哎。还有很多猴子，你看。哎，刚才我还看到松鼠，你知道吗？真的是很棒，这边真的有大自然的感觉。这里就是刚才你说的，有一个游泳池，游泳池、健身房，还有一个游乐场、游乐园，还可以在这里做function哦。对对，
哇，这个实在是经典啊！这里有一个，真的太棒了！有一个游泳池，很大的游泳池哎，而且可以在这个 Forest 隔壁游泳哦。通常要去泡步才有的，这个不用去了，在这边就可以找到的。这里还有一个湖，在游泳池旁边就对着这个无敌海，不是海景，无敌湖景啊，无敌湖景游泳啊。哇，在这边真的很棒哎！感觉不像在马来西亚哦。对，而且呢，真的很难找到 bungalow， 就是 landed property 有这么棒的这个 facility 哦，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游泳池，通常要去泡步才有的，可以在 forest 隔壁游冲凉游泳，现在不用了，这边有游泳池。这里有鳄鱼的吗？没有，好漂亮，好大哎！哇，好舒服啊，在这边呼吸呢。感觉那个空气就很不一样，我觉得住在这里呢也会比较年轻，这样子也会比较漂亮哦。所以不是讲住 condo 才有这种 facility 啊，住 bungalow 也有这种游泳池，有对着湖，有 gym， 还有一个 conference room 可以给你用的，再加上可以在这里做 party， 就是这里的 facility 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这个网址，叮。要不然其实我有钱，我要存钱买这边的房子、我要住在 forest 里面。今天很谢谢我们的负责人 Jamie 啦，浪费他的时间来介绍这个这么好的 Lampoon 给我们大家朋友认识啦。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在我们下面留言，我们会一一回答你的。好了，那我们的 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世界又到了尾声哦，第二集，那我们就要说拜拜了，我们一起说再见好不好、下一集见哦，拜拜。